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要去看老人说话去了。然后我只要是平安的就不要了，你明白吗？我做的事情都是想对，我没讲到事情排出来的时候看自己工作是不是我的身体是没有力度的 level， 他看到了后他很喜欢，因为他有钱，你知道吗？我都不